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歌女。这局我是一号好人。天哪，获取水源是吧？来，储物间 ，Go Go！ 好的。哎呦，好快就接好了。哎呦，二号刚经过，我没有回头哎，这样他应该不会是狼了吧？呀，好黑，我害怕，啊，好黑！哦，吓出一身冷汗。哎呦哎呦，这个四号在干嘛呀？吼，原来四号是警长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死那么久，法医没拍，感觉法医也死了。我是工程师，全场唯一真工程师，我铁好。OK， 这样三号认好，你应该在阅览室那个阅读信件的时候拿到的吧？我有看到有人跳地洞，回头看你不见了。警长，我只是看你有没有去弹钢琴，就给我呛下去了呢。那个我被关在监控室里面，我在门口等，然后一开门我看到八号，然后十号就从旁边出现。这边才是为了仲裁室，十号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没有做任务。我是储水任务，三号、八号有神职，六号掰咖，那狼就是五、七、十了。先投十没问题，七讲话超怪，七也是百分之百的狼，然后最后再把五号解决，先投十吧。好，七号也很怪啦，先投十没问题。因为十号断线他也杀不了人啊。不一定啊，他这个没有全断线。跳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先投十，先投十。等一下就跳回来。对。先跳十，先跳十。没错，没错。让他送他出去。这一局很妙哎、欸！啊，我们的人都被杀了，剩我一个，啊，活的都是我不认识的人。不过他们真的脑袋还蛮清楚的哦。哎呦！开灯，开灯，开灯灯，开灯灯。哎，是怎样？你们这些人是不来开哦？哦赶快做任务吧！哎呦，哇塞，五号七号跑在一起是怎样？喂，你们两个很无聊呢，还硬要杀我。哦，好险好险，赢了赢了。好啦，晚安。哎呀，二号又在做生意卖衣服了。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虚拟分享 SS Family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